观光旅游学系三位同学以游程提案活到老玩到老参加2023校园亲子旅游行程设计竞赛，是永夺乐龄生活类的第一名。比较多人都做年轻族群啊，或是学生族啊这些，那我们就想说以乐龄生活去做设计。那么这次设计的地点呢，以嘉义为主要的地方这样，然后我们有往阿里山的方向去做走，去做规划这样，然后也有像悠游巴士啊这个原住民部落的地点去做采访啊，然后还有就是走走看看，认识他们的周族文化这样。我们遇到的困难就是，我们一开始排游程的时候会有一些行程不顺，不然就是资料不完整的时候，然后我们给老师看稿的时候很被退回蛮多次的，所以我们也是来来回回经历了很多次的变更，然后还有我们一些想法上的不同，我们也要配合，所以我们彼此都有沟通，然后我们再重新再整合出一份完美的行程。我们上课的时候也会有教到像是可能台湾哪些地方有一些景点可以去做，让我们在排游程的时候能够多加利用这些景点，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像是刚刚讲的就是限定花卉或者是一些有特殊的季节才会有的一些活动。这次游程规划选定银发族为对象，为阿公阿嬷设计场难忘的毕业旅行。3天2夜的行程以嘉义台南为主，强调慢步调，让老人家不用走太多的路，也不会一直赶行程。同学这一次的得奖其实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但最主要来自于我们观光系的特色课程游程规划。那么指导老师带着同学在成本上的控制，以及在各个景点的多元跟配合，然后吃的住的都一起涵盖在里面，那么带着同学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游程规划的完善，那么规划的很有 CP 值。游程规划是观光系的特色课程之一，指导老师带领学生实际演练，从景点的规划、交通住宿与餐点安排、预算控制，全方位设计思考，一步步提出完善的旅游行程，并鼓励学生参加竞赛，透过比赛累积实务经验，建立信心。